故事呢，你们都知道，几百年前，齐天大圣孙悟空擅闯南天门，大闹天宫，最后被如来佛祖这一天外神掌从南天门打落凡间。我一直在找他，希望他能带我上天宫。小娃娃，齐天大圣找不到了，你不如就让我们吃了吧。你们吃了我，齐天大圣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救救我，救救我吧。小娃娃哪有什么大圣啊。是啊是啊，有桃子吗？哎，陆鸟，龙山村啊，龙山村，我不是定下过规矩，不要吃人的吗？来，进来。我们妖界民不聊生，我们只能吃这些。那果子，我们吃什么？你就吃什么。吃呀！吃！
死去的兄弟送给你吃的。齐天大圣，我终于找到你的齐天大圣。也好，让那猴子瞧瞧他定的那些规矩早就没了。走。妖怪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理理人家嘛，那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看的？殿下，你知道那是哪儿吗？那不就是以前的老龙宫吗？那还破吗？启禀殿下，五指山塌了。他出来了，等了他几百年，终于出来了。太子，杀吗？现在杀死他，如同捏死一只蝼蚁一般容易，太无趣了。夺我龙族至宝，毁我龙宫，害我龙族位列仙班之下。受尽屈辱，这种滋味我也要让他尝一尝。还不行。行了。大圣，走了。喂，等等我。你干嘛？终于见到真人了。不对，真猴也不对，妖，猴妖，猴人，难道是人妖？闭嘴啊，别跟着我。你知道我一直都在找你吗？你找我干嘛？
我要让你带我上天宫。这世上只有你齐天大圣能带我上天宫，可以吗？还没到时候。什么没到时候？你不是合肥吗？为什么要走路？你的法术去哪儿了？你闭嘴呀！吵死了小孩！我不叫小孩，我叫阿姨。跟着我干嘛？你还没答应我带我上天宫呢。顶撞仙官者斩，撕摘铁链者斩，偷食贡品者斩。哎呀，这个就是不听话的下场，生气吗？不服吗？要怪呀，就得怪那只妖猴，他大闹天宫，触犯天条啊！不然，你们呐，也不至于归我管。道牛，要不然，来，够了够了，我去你家。牛叔，你跟我明明说好饿。大圣，醒了。醒了，坐吧，吃点。你打我干嘛？哎，我说，你可没以前扛揍了呀！如来那老贼封印了我的法力，怎么出来的？我和老三一起出来的，我要他带我上天宫。谁答应带你去了？我记得故事里面，你们不是有七大圣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吃。哎，二哥呢？他呀，应该比咱们过得好一点吧。不提了。对了，你出来了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打回去。悟空老爹，俺要当爹了。从今以后，俺呐就想踏踏实实的过俺的小日子。哎，牛哥，上一次我就差那么一丢丢，这一次我一定能成功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还是那个孙悟空。吃吧，啊，多吃点啊！啊，多吃好，多吃好。Thank you.
小孩，走了。着急去哪儿啊？大嫂，这不是当年一意孤行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吗？多亏了你，天庭才迁怒于妖精，害得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。今天我们这账是不是得算一算呢？把他绑了，杀！我难了，你们又有几人想过我？你成的时候有想过我们吗？天命，认命吧。老子从来不认天命，我打败了天，我就是天。你还是不明白呀、孩子，让开！不准欺负大圣。他不是什么大圣。他是，他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齐天大圣。做饭去。我好嘞。哎呦，好了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救命！好，大哥你沉死了。哎呀！还不许欺负大圣！可以啊。大圣，他们为什么说你不是大圣啊？有些人跟着你走着走着，就丢了信念，失了内心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得帮他们把那颗心找回来。心？什么心？在哪里？走，跟我去拿金箍棒啊！你不是要找心吗？怎么要去拿金箍棒了？金箍棒不是在鸟窝里吗？那你把它偷出来不就可以了？闭嘴啊！此法器名为御魂，能操纵人心智，控制行动，是上古时期妖魔所造，极为危险。本仙奉佛祖之命看守，不得给予外人。小王了然，可那妖猴重出，小王实在担心天下安危，想借此法器收服妖猴。
一出后患，天下太平，望仙人恩准。哼，此物早已被如来佛祖的法力所封，本仙就算是赐予你，也无法开启。再者来说，那妖猴一重出，也没见他有再返之心，一切自有佛祖的用意，你就不用费心了。龙族早已位列仙班之下，没有天庭的许可，你也没资格抓他呀。小王了然，了然。派人去查一下，如何解封此法器。是。太子，那他送到南天门，告知天庭，妖猴孙悟空残杀仙人。是。现在样子挺吓人的，其实啊，它只是长得吓人，相处起来很可怕。猩猩，猩猩懂不懂？猩猩会这样走，而我们是这样走，我们完全都不一样。闭嘴呀！这里还是老样子。好美啊！大圣，你的金箍棒呢？在哪？在哪？3600斤，只有我齐天大圣孙悟空才能拿得起来。大圣，啊，怎么了？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因为他根本就不配。你是谁呀？哈，二哥，傅海大圣，教母啊，好久不见啊。傅海大圣已经死了，就在你大闹天宫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傅海大将军，奉龙太子之命在此看管定海神针，你是拿不走的，滚吧。堂堂傅海大圣什么时候变成了别人的看门狗了？这是我家，不用你看，该走的是你吧。坏人，龙太子是坏人，他杀死了我的爹娘，我要去天宫报官抓了他。我不想杀你，如果你现在要是走的话，我便留你一条性命。不可能。杀了你父母，我替你杀了他，啊！不能杀人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要上天宫报官。哦，呵呵呵，好，那我答应你，带你去天宫。真的？什么时候？哎，快了。我也不想天天的斩你们族人，私藏兵器妄图攻击仙人，重罪，诛三族，斩。救救我，救救我。斩啊。老牛，干嘛呀？造反的？大人，孩子是无辜的。老牛啊，你是聪明人，怎么这时候犯起糊涂来了呢？大人，
您通融通融。好，我通融通融。老妞你也不容易，但是今天我说要杀三个，他就得杀三个，你们谁要替他呀？啊，我来。我的地盘，谁敢撒野？大胆妖猴，你还敢反吗？身上的铁链不沉吗？摘掉。大圣啊，这是仙人定的规矩啊。变天了，规矩改改吧。哎，跟着我，今后的日子我们要有肉，要有酒，有人打我们，我们要还回去，抢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夺回来，我要让天和地都知道，俺老孙回来了。齐天大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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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打回去。今天你替我拦了一刀，我也就不拦着你了。但是有句话要告诉你，你若是再重蹈几百年前的覆辙，你身边的这些兄弟迟早还是会被你害死的。回去吧。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。臣有愧圣明，望殿下恕罪。你果然还是妖啊，那妖猴已经没了法力，你怎么可能打不过他呢？哦，我看你是还念着当年的旧情吧。不敢，我和他早已恩断义绝，只是那定海神针我实在招架不住。定海神针被如来封印，他为何能解？是他身边的一个女孩，她的血好像能解封如来的法印。那我就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把那个女孩给我带来。龙山村目前由上清仙人镇守，坐下三童子个个神通广大，华阳村四大天师共同打手，气神村穆德新君镇守。别说了，头疼，就一个字，干。
是啊，咱们今天能有这样的好吃好喝，能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，真是托了咱大圣爷的福分。来来来，来过来过来，来一起啊，敬大圣爷一杯啊！来，干了！大圣，别喝了。等一会儿啊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喝喝喝！看俺那脸红的跟猴屁股一样。这孩子就是。小大王，我陪你吗？走吧，小妖怪。等会儿，小孩真麻烦。哎，陪你玩，陪你玩。耶！还没玩够呢，小孩太久没玩的这么开心了，你看那几个老妖怪被我挠的都不成样了。要是我爹娘在就好了。其实呢，现在也还行，我们有大圣，还有大猩猩，老妖怪，好多妖怪，我们俩永远这么开心就好了。没问题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天宫啊？放心吧，迟早会去的。妖狐孙悟空残杀仙人，率领众妖连克四人，致生灵涂炭，天理难容啊！哎，罢了，龙太子听令，在，命你龙族剿灭妖狐孙悟空，事成之后，准你龙族位列仙班，万事永享。小王。领命。
哇，真美呀、啊，太美了吧！哎，还行吧，这景我都看了几百年了。不过今天看，确实有点不一样。真美呀、啊！大圣，大圣，我们抓住了残害牛振的牵官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师饶命，大师饶命啊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之前也是奉命镇守牛振的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，大圣，大圣，你杀害我兄弟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呢？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啊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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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！走开！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坏人呐、啊，该杀呀！你杀了他，你就比他还坏。他杀了我那么多兄弟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要不要的规矩，先有先的律法。同志，你们私自杀人就是不行。规矩是我定的，我就是规矩。你要杀他，就先杀了我吧。好，那你现在来选，你是站在他那边，还是站在我这边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让他走吧，让他走。走，多谢，快走吧，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我就知道，大圣，没关系，放走一个天官我无所谓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打上天宫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大圣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孙悟空就是齐天大圣。你就是齐天大圣啊！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齐天大圣。只在你心里有什么用？仙官受惊了，能为龙太子分忧是下官的荣幸，只是下官想尽办法对众妖施以极刑，便让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孙悟空犯下的罪孽，但最终还是让那猴子收服了众妖啊！惭愧，惭愧，太子饶命，太子饶命啊！无妨，此事正合本宫心意，仙官劳苦了。一点心意，切莫推辞。那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殿下，人带到了。若无他事，下官先行告退。你就是龙太子，是你杀死了我的爹娘。
殿下，此法器究竟作何用途？作何用途？这是我们抢来的上好装备，接下来咱们攻打哪个村镇啊？村镇，我们要再闹天宫啊！闹天宫！大圣啊，这攻打天庭一事非同小可，你斟酌斟酌。不用斟酌了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齐天大圣的大旗插在天宫上，我们永远都会被人看不起。大圣啊，您莫生气啊。您看啊，我们现在丰衣足食了，也不受人欺负了。如此时候，去触怒天威，这着实。大圣，你怎么了？那棒子吗？给你呀！
不就你们了，谁来杀了我吧？不愧是一代妖王，杀死自己的人毫不在意啊。妖猴孙悟空狂性大发，一日之间屠尽花果山妖众，如此怕是整个妖界都容不下你了。求求你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表情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身败名裂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齐天大圣，我看连丧家之犬都不如。这定海神针本是我龙族的至宝，物归原主了，我就用它来送你上路，来世希望你可以本本分分做个畜生。殿下追吧。不必了，孙悟空现在与死人无异，本宫随时可以取他的性命。回宫。他娘的，欺人太甚！这些年他们压迫咱们的同族，压迫的很少吗？不行，夫人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去干。算了。中计了，龙族那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一件秘宝，此法器名叫玉魂，能够操纵这个天地之间所有的妖仙，凶险异常。报仇，报仇！报什么仇？你究竟要害死多少人才能善罢甘休啊？当初你大闹龙宫，戏弄龙王，夺了龙族至宝定海神针，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祸患。然后你又大闹天宫，万仙共愤，使得仙界一直牵连于整个妖族，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你的个人私欲，完全没有考虑过你身边兄弟们的生死。你说的对，都是我害的。事到如今，别去想你失去了什么，想想还有什么事是你能做的吧。啊，什么齐天大圣？狗屁！就是狗屁！
话说几百年前，天庭曾派遣10万天兵天将前往花果山降妖伏魔，没想到那里却出了一只集天地之灵气所化出的妖猴，单枪匹马面对诸天神佛凌然不惧，乃至擅闯南天门。不料这只妖猴甚是了得，不费吹灰之力就闹得天宫鸡犬不宁，他就是花果山水帘洞主人一代妖王齐天大圣。他就是只妖猴。对，妖猴。你知道吗？他把他手下全杀了。啊，是吧？就是这么敢。妖猴，就是妖猴。他有什么资格当齐天大圣呢？就是一只臭猴子。胡说，孙悟空就是齐天大圣。还没有齐天大圣，永远都是齐天大圣。长得就比他好看，他不配，这么样的，算了。哪儿来的叫花子？没长眼！你还有脸出来呀你？等一下，跟你在一起的小女孩被龙太子抓了，不是因为我看得起你啊。是他救了我，我理应报答他。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带你出去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死的人已经太多了。哎，妖就是妖嘛，果然靠不住。你不是要带我出去吗？你怎么也进来了？好奇怪，感觉说话非常厉害，但是干什么都不成呢。我们不是兄弟。你们就是兄弟，你们打架归打架，但是你们的故事我都是看过的，你们就是兄弟。兄弟，几百年前他一意孤行大闹天宫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兄弟？如今妖界民不聊生，他却还要重蹈覆辙。在他眼里，当我们是兄弟吗？那他们就把你当成兄弟了吗？他只在乎他一点齐天大圣的名号罢了。他是齐天大圣，是因为我们都相信他就是齐天大圣。他需要的不是名号，是我们。
人呢？着什么急呀？先陪我喝一杯。没有龙族的法宝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现在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了吧？那就让你再尝尝吧。不要！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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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
什么时候才能上天宫呀？星辰周转五百亿，无心人。我终于找到你的齐天大圣。大风也不对，妖狐妖，是心难道是人妖？冲三千，不知欺负大圣。无畏无惧，为我渡我他众生。你就是齐天大圣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齐天大圣。青眸似是望穿情，一语往生，三下芬芳，福报顺遂，无德此道已成空。为了自己，今天我只为你。走，我们上天宫。
魔王。齐天大圣，美猴王，举堂立碑。阿弥陀佛，白龙作恶多端，此事当有此报，而悟空在此结束，能痛改前非，回头是岸，方为我佛慈悲。你慈悲？谁来慈悲阿依呢？缘生缘灭，万象皆为心造，善因善果，万法皆可归一。阿依此事，便是为了化解你心中的仇恨，方得此缘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若是执迷于复仇，心中罪业难消，你便是辜负了阿依的用心良苦。悟空，你当回归五指山继续修行，再寻佛缘。我曾经以为，只要把天踩在脚下，我就是齐天大圣。我深信不疑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没有了他们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永世压在五指山下，换他们来世安宁。怎会有一坑洞？阿弥陀佛，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，前往西天拜佛求经，路过此地，不慎入坑，敢问施主姓甚名谁？孙悟空。孙悟空，终于见到真人了。不对，真猴也不对，妖，猴妖，猴人，难道是人妖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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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满荆棘。
前世恩怨。此道已成。